不少绿营反对声浪，内政委员会赵伟、高金素梅拿起话筒，正打算主导议事，一旁绿委见状，立刻拉开嗓门嘎分贝。全力杯葛议事流程，就怕国民党强推选罢法修延。如今就连委员会也上演肉搏战，战场延续一整天。我们要开会，下午蓝营再出招，走廊外高喊会议更改地点，场内议事人员同步接获赵伟下令，频频交头接耳。不过依照议事规定，主席还得要进到会议室才算宣告成功，议事处此时若离席，形同无视立院规定。对此绿营早已备妥对策，来从后面来啦，收起来，我们收起来，不给赵伟，收起来。议事攻防蓝绿斗法，最终由国民党团率先散会，随后则大动作率团前往北检，告发绿营非法监禁议事人员。他们今天在下午软禁了我们的议事人员50分钟，在一个国会的殿堂里面，要去限制议事人员、公务人员的人身自由。软禁，你没看到在请主民喝咖啡？怎么软禁？听他们胡说八道。我们感情都好，怎么软禁？历经数小时鏖战，依旧没共识。赵伟、高金素梅宣布下周一继续排案审查，并移除蓝营版本。而眼下更传出蓝营态度大转弯，拟定不动罢免门槛，改采白营意见。不过这话绿营可不愿买单。要排是他权益，那至于下礼拜会变成怎么样，那下礼拜再讲啊。甚至我的提案呢，其实包括门槛的部分，各位也可以看到。郭国文委员也曾经提过，我想这个完全就是双标党说法。尚未开始，朝野没给彼此好脸色，不到最后关头恐怕还有变数。静新闻综合报道。大嘴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尽好新闻。